我哋今日嘅闸口系17号闸，然后咧，我第一次喺呢一边登机咋。我仲谂紧点解10号同埋11号闸之后会系24咯，原来中间就系要咁样过对面嗰度搭飞机噶啦。紧唔紧张？兴唔兴奋？Go go go！Welcome to Phuket International Airport. Sawadika. 由于我嘅安排好好，已经会有司机喺度接我噶啦。我原本见到呢架车咁大，以为要同人哋 share 啦，唔系咯，系得我哋两个咯。我哋等咗大约5分钟多啲，跟住就有司机接我哋啦。然后呢位先生就系坐享其成啦。你负责咗啲乜嘢喺呢个 trip？十二我都估到，冇错，我哋由策划啦、订机票啦、订酒店啦、所有要 book 嘅嘢啦，跟住个行程嘅规划啦，都系唔关佢事嘅。你过嚟系参加旅行团，冇错。好啦，咁你 enjoy 呢一个 happy 旅行团，我哋全部都系 shopping 嘅又。我哋到咗酒店啦，今次咧住呢一间嘅 resort 咧，我系超期待噶，因为佢系劲平啦 ，CP 值劲高啦，咁所以我好想知道里面系点样啦。因为间房仲未 ready， 我哋就谂住揾嘢食啊。呢间叫做 Chai Thai Food 咧，好似系几好食嘅，咁就不如试下啦。佢好靓啊，侧边有好多花花，佢个餐牌系有中文嘅，咁但系个翻译咧。百姓墨水是什么来的？好搞笑啊！最年轻椰子的年轻椰子我最喜欢泰国这些这么粗的河粉，吃下去很烟韧的。你快试下我的秘方，一滴鱼露，跟住再落少少的辣粉，怎么样？哇，鱼露好香啊！去到泰国就梗系要饮泰式奶茶，正宗嘅。我同咗中医讲噶啦，我唔会戒口嘅。今个 trip 咧，我会乜都食，佢都话 OK 嘅。好抵啊！最后咧系638零蚊港纸啫。我哋头先行嘅时候见到一间酒店，超搞笑啊！大家望下上面呢一度咧。它是鱼缸来的，我 zoom 给你们看，它上面是养着金鱼的，好搞笑啊！我们现在可以 check in 了，刚刚看到呢，它那些泳池，哦，我们那些房应该是这样的了。我们住在5105，咦，它不会好像刚才那样呢，在外面看到，它是自己，哇！好大个 balcony 啊！哇，跟住呢边就入房嘅，好快化个妆之后咧，我哋就搭酒店嘅 shuttle。我化咗妆啦，我要复活啦！柜台嗰啲 staff 话俾我哋知咧，而家出边系有滑浪比赛，我哋谂住出去睇下，好开心啊！我谂住听朝。跟住都会嚟呢一度沙滩，而家系探路先，有生蚝啊，我唔敢食啊！沙滩真系唔够胆食，好浮夸！我以为完咗头先嘅小食街啦，原来唔系啦，呢边仲有咁多啊！我决定唔拍啦，我要行街啦！你见唔见到侧边全部都系卖紧嘢，劲长咯！出边就系沙滩啦，跟住呢度咧系侧边有 shop 咧。我哋今晚去餐厅定系去夜市好啊？
餐廳咯。為什麼啊？食完我哋做完 Sparta 肚唔肚餓先啦。好啦，我哋繼續行啦。好。我覺得完全唔使出島啊！呢一度已經好靚啦，個沙灘係勁長嘅海岸線啦，跟住係藍藍綠綠一個果凍嘅顏色啦，然後哇！我要每一朝都過嚟曬太陽啦，成嚿炭咁樣翻香港。巴嘅員工咧嚟接我哋啦！大家聽唔聽到架車裏邊嘅 background music 已經係 spa 嘅氛圍啦，跟住佢係有一啲好精油嘅味道，已經係將你帶入咗嗰個 spa 嘅世界咯。哇，好正啊！跟住佢話俾我知，由酒店去到 spa 咧係五分鐘車程就到噶啦，咁所以唔會話太遠啦。哇，我覺得我自己好勁啊！你睇下揾到嗰啲嘢幾好。是啊，你一个团友。我哋到啦，萨瓦迪卡，就是呢度啦。我哋而家望紧嘅环境是咁样的，然后呢上面嗰度见唔见到有个大佛啊？好闪啊呢度！哇哇，呢度就是嗰间房啦。哇！哇，个景都好靓啊！我哋按完摩啦，原来咧呢度一望出去个 shower room 系劲靓嘅日落啊！我唔知道可唔可以俾大家望到咧，因为有啲光啊。点啊，你满唔满意啊？满意啊！好正啊！我覺得是一加一大過二啊！原來兩個人一起按咧，佢係同步的，佢係一起撳落去啦，一起喐咧，跟住可能有個係喺頭啦，有個係喺腳嗰度啦，跟住嗰下係好到位，好舒服，同埋兩個人嘅力度係差唔多噶，咁所以咧，你會覺得係一個人，但係同時咁樣按緊咧，而你唔會覺得係兩個唔同嘅人咯。我覺得呢一個嘅體驗係幾正噶，雖然佢500多元咧，但我覺得唔貴啊，因為係兩個人同時幫你按摩緊噶嘛。是啊，所以我觉得很 recommend。我们在街边那里看到一间炭烧的火锅，好像很正一样，它是有些烤鱼，跟着呢有这种瓦煲的，厨房就是这样的咯。叫了个什么都有的，有虾、鱿鱼、有肉，同埋呢有个生鸡蛋，究竟怎样火锅？哦，哇，好强劲啊！大镬啦！点样食噶？系啦，佢咁大火，佢唔热噶喎。你睇下，佢可以拎到噶，咦？但系佢又未滚喎。咁我哋继续等啦。好大烟啊！好大烟啊！滚啦滚啦真系。咦，系喎，真系滚咯！会唔会侧边嗰啲人见到我哋咁样做咧，觉得好奇怪？其实唔系咁样食噶。但系望落去好似几好食。系啦。望落之后啲咩喺里边？但系闻落去好香噶喎。佢好似一个套餐咁样，有粉丝啦，有菜啦，然后个味道咧。是我從來未吃過的，不是想像中的泰菜味，不會很鹹，不會很濃的，挺得意的。怎樣，喜不喜歡啊？超 local 啊。是啊，很地貓啊，很麻辣，但是挺好吃的。哇，好正啊，這架 Tuk Tuk 勁迷幻啊。最後我們在巴東的酒吧區走下就回酒店了，這樣完結了我們的 Day One，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次的 Vlog， 我會繼續努力剪的了。對了，那我們下條片再見了，拜拜。你做什麼坐到這麼豪邁啊，在七仔前面蛤？怎麼啊？我要進去行不行啊？唔該曬，佢好似地主公公啊！